是2013年加入了小米，到现在已经第四年了。加入小米之后呢，一直负责小米 VR 的用户体验设计。2010年加入的小米，现在是在小米这是第七个年头。现在在小米呢是做小米 VR 的产品总监。那现在是在小米 VR 团队负责工业设计。因为 VR 这个领域也是属于我们整个全人类的一个新的探索，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做出一点点进步，努力的为用户提升每一个体验细节。我们是在每一个细节上力求做到完美。上一代更轻了，然后佩戴会更加舒适。最大的变化其实在我认为是内容量已经翻倍了。我们这一版的 UI 呢会让用户感觉到更加的便捷，并且体验更加沉浸。我觉得它像一个来自未来的娱乐空间，它更像是一个艺术品，它更像一个来自未来的玩具。用布料做的眼睛你见过吗？对于我们来说，永远没有说做完这一款产品可以休息一阵子然后再做下一款产品，我们永远都是一代接着一代的往下迭代。